把爆米花喷到前面那个人头上，这个应该不至于太恐怖，也是浪费，那不如就省这笔钱吧。你就敢看？好，那呢？今天我们三位主要演员跟导演来到现场，跟大家打声招呼。那希望大家可以看得开心。那我先自我介绍，大家好，我是林鹤轩，我在戏里面饰演的是鲁寻，掌声鼓励。很好。哎，大家反应蛮快的。好，再一次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庄宁湖，我在戏里面饰演的就是谢小金的本人。Yeah！ 好，已经有节奏，我们要抓好那个节奏，啪啪啪。对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洪延祥，在谢小金家旅馆饰演的是徐丽汉小公主。尖叫声！很好。他是郭书瑶。其实郭书瑶素颜长这样子，你们知道吗？哎呦，大家好，我是谢小金家的旅馆导演林冠慧，谢谢大家今天来。耶、yeah! ！因为现场应该有蛮多庭湖的粉丝吧？庭湖的粉丝对，因为庭湖粉丝蛮多，就是拿自己的这场票。但是我好像有偷偷不小心安插几个我粉丝进，硬是安插进来这样子。好。我真的假的？天哪！不知道，你是最特别的。对，因为全村人都拿去旁边，就要说：“哎、欸，这个已经了……”今天呢，我们有几个小礼物要送给大家。但是在那之前，我们是不是要有个小小 Q&A？